澳氹炭精品咖啡。今次嚟到澳门氹仔嘅 Passion Cafe， 呢度环境开扬，专饮精品咖啡嘅，佢连锁店根本冇得比啊！呢度卖嘅精品咖啡都系自家烘焙，由生豆炒到熟豆，再磨粉冲泡，都系一手包办噶。呢度嘅咖啡豆都经过专业资格嘅老板娘评鉴过，嚟自南美、非洲同亚洲嘅咖啡豆都有嘅。客人可以先闻下睇下，嚟拣深水精品咖啡嘅。店长 Sandy 将会喺5月考2级咖啡师证书，喺佢老板 William 嘅指导之下，几用心泡制每一杯手冲咖啡啊！做手冲咖啡嘅时候，为令每粒咖啡粉都能够平均受水，冲水手势咧一定要够定，由圆心转到外围，再转翻中间，出水嘅分量咧一定要保持均匀。Sandy 咧个强项就系拉花啦，几乎任何陶王都难唔到佢啊！睇下佢两三下手势，就喺杯 cappuccino 上面画出可爱嘅兔仔图案啦。见到呢啲精致可爱嘅拉花图案，真系唔忍心饮落肚啊！即影张靓相同朋友 share 先。呢度都有做冰滴咖啡嘅，每分钟咧大概只有36滴，要花4个钟先有壶咖啡噶。除咗炭咖啡，都系试下呢度嘅小食嘅。呢度有多款西式甜品，味道都唔错噶。